是你身躯顶留的是一家话，你有啥资格徛伫顶面搞讲这话啊？那不是阮叶家有用，你嘛无迄个资格徛伫下面，问阮一挂奇奇怪怪的问题。杜川，我已经特别无耐心了，请你出去，把时间留给有需要的记者。你是讲我袂走啊？这是大业集团高董的委托书，所以我有资格质疑你的能力，更加有资格反对你接班。你若是跟我离婚，你就是不爱和高董并坐，而且你嘛是无尊重高董的权益。爱我离开会用的，请你提出会当说服我的物件。你今朝唔食要食何煮就是啊。曾真飞，伊甲高辉委托予你，无唔对。曾真飞就是曹凤的妈妈，是叶少强的丈母。伊甲委托书交代无啊，安尼个代表伊无姓名即个竞赛。卖伫遐闭鬼闭怪，这种的文件要有偌济就有偌济，毋是签名等于那得当遵守的。你这种人常常讲白贼，现在这份委托书是真的还是假？今摆我打电话给曾真飞，伊若是接电话讲，伊有亲手把委托书交代给我，那安尼，我爱恁家甲所有的人，伫媒体记者面甲我磕头认输的，叶少强嘛袂当接班，恁敢无？大哥，家庭要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若唔肯刷，明日我就用我的方式，把你的嘴踢起来。你安尼做，是无尊重曹凤英妈妈。你给我听好清楚，这是记者会，我不管你委托书是真的还是假，股东对阮的人事决定有任何的看法，无应该伫这个时阵来讨论。卖条子讲你有迄个文件，会当对阮画鸡画豆，阮业家。我会欺上到迄个地步，叶少凤，你，辛苦你啊，顾你来处理阮家的代志。一直拢是安尼，莫跟我讲辛苦啦。小凤啊。你恢复啊，阿妈，阿娘看我个杜成跟拍个安尼啊，你还阁唔相信我真正恢复啊？嗯。阿姨。等来就好，等来就好。恁看我即马遮尔有精神，讲话遮尔有气力，恁对我的健康状况应该是真有信心。所以，我会甲我的小弟少强做伙好好啊拍拼，将阮大业集团的招牌好好顾下，等志成恢复，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。